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 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看《大中华新闻》，我是吴淑文。今仔日是新历四月七十，旧历二月二十二，礼拜五。咱今嘛先来关心今仔日三十秒新闻重点。有家长投诉，鹿港国小附小幼儿园不准囡仔伫学校代班，会来影响囡仔健康。老师讲，因为囡仔伫便所时间伤久了，才有这个建议。中华管理会第二三次临时会有议员质疑管府的精品又阁出现馆长的名是甚物原因？社会处长表示，这是前任馆长签的合约规定。新港蚵仔寮产业面临转型问题，在地人希望将蚵仔产业转型为湿地文化观光，结合中华基港变化工厂虾饺的湿地生态，创造蚵仔寮的新机会。新闻一开始，咱来看哦，这有家长投诉鹿港国小附小幼儿园伫咧联络簿仔来通知家长，请家长爱协助囡仔调整着上大便的时间，因为老师讲哦，伫咧学校这小朋友去便所时间实在伤过久了，影响着学校的课程，所以才有这个通知。不过对家长来讲，这唔就是要求囡仔袂当伫咧学校大便吗？所以这个禁令一出，家长是真生气，伊认为真有可能会影响着囡仔。健康上课时间，小朋友来到幼稚园上课，不过家长心情却是真沉重，怕囡仔身体无爽快。原来是联络部顶面打一张通知单，顶面写着近来有真侪小朋友伫咧学校去便所时间伤过久，为着活动顺利进行，请家长协助囡仔调整排便的时间。这个意思是要让小朋友伫咧学校排便吗？小朋友，你排便的话，那个没办法去控制他哎。小朋友想要上，时间也没有说很确定啊。对啊，你大人就没办法控制了，你怎么可能去控制小孩子大便时间？家长的看法无同款，但医生嘛讲，强制囡仔袂当伫咧学校便所，恐惊会影响到伊的身心发展。因为部分的小朋友他有常态性的在活动进行中就会去上厕所，那我们为了考量说那个国小的课程啊，以后因为他们要上一年级了嘛，那个国小的课程啊，作息时间跟幼儿园都不同，好、哦、啊，就是所以为了他们一年级就是比较顺利，那我们就拜托家长随住在家中能够做调整。虽然老师是好意，要来帮助囡仔提早习惯国小的生活，但一开始就受过严格，让囡仔来惊吓着，颠倒失去原本的好意。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陆港采访报道。疫情新闻：中华管理会第二三次临时会，馆长为民国曾经宣布，以后这馆府的精品袂阁再挂名。不过，这议员陈世勇是来提出着馆府新的精品，同款有馆长的签名，所以这期这馆长现讲现跳票，社会处长就澄清，为着符合前任馆长发包的合约规定，这精品才有挂名。所以，伫咧为馆长上任以后的发包案，拢会落实着无挂名的承诺。中华管理会第十八届、第二届、第三届临时会议员发言踊跃，针对馆长宣誓，馆府的赠送物品以后无必要再挂馆长的名。馆员陈世勇质疑这项承诺跳票，馆府新送的保温杯嘛是有馆长的名字。你所赠送的纪念品，爱所做的哦物件，你拢干那写中华管政府，无写中华管政府馆长。魏明古哦，无写馆长魏明古这五字，你是咪有讲这句话？正品的实体的上面无我的名，啊那包装阿爸，迄就随单调啊。哎，无这你是送倒一送什么啦？
这内底个，这内底毛你的名来无？社会处长澄清说明，是行政院长的时阵会发报案，为着符合合约规定，才会变通采用大的方式。那是卓县长决定要做保温的提锅给社区的长青志工，他们在契约的时候在交货上有功，没用很廉的管定为名。可后来我们不准他做，他我们从来有请他用贴的，他是一个 tape 贴在上面而已。这次临时会管府提出的追加预算，总算是顺利通过大会同意。另外，议员针对分院的鸟嘴潭、林江湖、地方交通建设以及管府人事移动并环境问题，拢提出质询，为彰化县政监督把关。大彰化新闻，陈文清彰化采访报道。大中华新闻的在地观察，新港蚵仔寮的这蚵仔产业渐渐消失，所以地方人士是希望将这蚵仔的产业转型为湿地观光，开辟到这水上甲陆上两种的观光路线，未来会当结合到中华渔港在地饼干工厂、虾饺的湿地生态、蚵仔的创意料理甲艺术创作等等，为这地方的产业来注入到新的生命力。蚵寮的饲蚵仔产业渐渐消退，但是未来敢会使安尼等待消失吗？有在地居民无安尼认为，颠倒是努力创造产业文化甲湿地观光的新道路。我有成立迄个文化创意产业协会嘛吼，啊，主要目的就是讲要整合咱在地的一寡观光资源，我希望讲咱政府的资源会当投入。啊，佫一寡年轻人吼，归于返乡，会当转来，甲咱沿海地区做个较欢迎安尼。湿地来阮了解者，将这个新港乡这个湿地的观光呢，来做好，有真好的这个运量，带来这个观光的这个人潮佮钱潮。新港外海湿地生态丰富，是罗姑虾、招潮蟹重要的生长所在。双溪乡近年来嘛兴起休闲观光，有饼干观光工厂、农场酒庄，其实已经有独特的景点，但是欠缺资源整合的规划。县政府嘛注意到这一点，正在努力整合资源，协助产业转型。渔业生产环境里面，我们出海路啊也会不断的去新建。另外，在科线的补助部分，那也会继续的提供给当地的科民一个比较优良的生产环境。那当然那边也有很多像饼干博物馆啊、白马酒庄啊等一连串的一个休闲旅游路线来带动整个当地的一个休闲产业。我们彰化渔港新建完成以后，那我们会有一个比较深度的旅游。新港沙仔区域观光发展有甲南彰化黄金渔港同款的困境，未来虽然充满挑战，但是嘛蕴含蚵寮转型再生的新愿景。大彰化新闻，陈文清新港采访报道。罗岗南市社区争取到水土保持局农村再生计划500万的经费，将社区内底垃圾点改造这绿色景点。广告以后马上回来。